好，我们继续开会。昨天到建设列第五号，议事组重念一下。建设列第五号经济部水利署核定补助本府办理流域综合治理计划第二期105至106年卑南右岸二号堤防加强加高工程用地经费计新台币1亿265万9千元整，中央补助款8221万6千元，现配合款2044万3千元，请同意先行垫付，并列入105年度追加预算办理转正，敬请审议。好，这个昨天讨论很久，各位议员还有没有意见？好，通过。哎呦，今天礼拜天心情比较好啊。好，建设列第六号。建设列第六号，经济部核定补助本府办理105年度水质水量保护区水源保育与回馈计划，经费计新台币138万元整，请同意先行垫付，并列入105年度追加预算办理转正，敬请审议。好，各位议员没意见。好，谢谢，通过。农业列第一号。农业类第一号，行政院环境保护署补助本县办理105年度环境绿化育苗计划，经费计新台币130万5千元整，敬请同意先行垫付，并列入105年度追加预算办理转正，敬请审议。各位有没有意见？哎呦，林三天，你的位置怎么都跑来跑去啊？你像没有固定的位置啊？啊，没有。好，我们请林三天林议员。那个处长，咱吼台东是一个真有感情的所在吼，因为有山有水。是，你有感受到讲咱台东的整个的道路的绿化吼，在这一环是非常的欠缺，这个美感确实是不足啊吼。那么你有什么构想会当予咱的马亨大道？这是咱台东的门面嘛，车头出来就是这个马亨大道。你甲看马亨大道遐种的树有别种吼。有很多都是本土树种哈，它是参差不齐哈。你看马鞍大道，你看来种什么树啊？你感觉讲会当哈，在这个都市的美化可以永续的，会当代表台东的精神的价值的，你看有什么树啊？马鞍大道，有你嘛知影嘛吼？这段时间为五月下旬开始哈，迄凤凰花开了介水，所以外口这两边是无问题。即马你讲的应该是中央这啦哈。啊，中央因为你现在讲到凤凰树哈，我希望你即马马鞍大道你去甲看，马鞍大道几啊丛哈，凤凰树哈拢枯萎哈，因为它的胸襟大概都一尺半哦，这么粗啊哈，你有枯萎你去甲砍除，迄出人命啦。哦，这点我想来讲，那台东不要再去种外来树种，我会当轻轻甲你建议，你要集思广益，甲台东人讲，咱这条马鞍大道要那个做一个会当代表。台东人的物件，你有啥物企划要做？家己有报告吼，目前因为大多个有报告讲，外口凤凰木这是无问题，因为这有一个特色出来。啊，中央的部分我目前也无思考，你即马讲我无思考，所以我唔敢。我甲你建议好无？是是是。你看无，咱来种地母岭，你看呐。地母岭当然迄是无，等于讲你即马讲的地方空旷就对啦。开花啊！你即马是讲草皮部分啦，那草皮部分我是感觉可行啦。因为超我做派维护啊，你够得可行啦。因为它覆盖率哈是100%的啦，我给你建议了。哎，好，处长。是，这我讲可行。要种下一棵树。草皮的部分，你讲我提拨另外再可行啦。要种下一棵树，会代表数百年的一个城市的一个历史。那么兰屿啊，有非常多珍贵又能够符合台东地区。第一个，它病虫害很少。第二，一样。那个天灾、台风，哦，啊，你甲问，你问咱爷李王，我相信也当给你提供几种好的树种。我们把马鞍大道在掀起，在第一个城市的一个转型当中，把马鞍的一个美丽化，把那个意象要全部把它做出来。哦，那每年编个节预算，因为过去你讲我记着的，你在一个社区里面，你把它种了大型乔木。这大型乔木会影响到住宅的安全，还有生活机能的困扰，包括它会影响到很多的电线。你那去过路就讲，咱要把这个树啊种的时候，在都市
些繁采的地方，我们是不是在很宽广的道路大陆里面再把它种大型乔木，小社区里面我们是种小乔木或是小灌木在后管理了。你现在齁台东现在在种的乔木没有一个整体性的规划。我跟你讲，台东如果要助力在全国的一个城市能够一类输赢美丽化，以后就是一个重点。屏东你看看呢，苏家庄经义定苏家不是那个苏贞昌啊，他照理这那个你省道啊，张省道你要看嘛，130几公里，你敢看即卖利益盎然，迄都是人有用心思咧下的，因为相信。那么我们从资本进来到我们的马航大道，那个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路了。若你把它空拍下去哈，你要注意看，只要能够成功把它规划一个绿色的地带的一个好像一个路廊出来，那你美丽化绝对也成功。哦，啊，我还是强调外来树种尽量不要进入台东。那未来会延伸很多的一个生态上的管理跟破坏哈，因为有昆虫啦、各种物件，那么多地了，是不是我们来考虑有蓝蚁的特殊的树种来作为我们未来台东美丽化的一个重要选择的一个项目之一？你看完了？我捌见过蓝蚁象牙树哈，我迄个村里个家，迄足歹种的。不过你即马讲的意见，我感觉讲这个话题哈，我较有兴趣啦。我连感觉跟你清楚。啊，是你要种柳树？啊，目前哈，你那别人对外评价是讲，迄、那个会晓种树的人哈，你即马讲就讲我会晓种树的店长。迄当时我伫城乡局，我立马就我种柳树的啊。我树种足济啊，啊，但是我第二次在发言。我第二次发言，好，谢谢。好，谢谢林三天林演。我们再请林三天林演第二次发言。谢谢，来出场。我知道你就爱种树啊。我爱种树啊，我比较。我立马爱，立马就爱树啊。你清水公园啊，你是咪种足济柳树？柳树是迄边仔俩。是啊。你刚才是一个人喜欢种柳树的心情是怎么样？迄当时我你即马讲的柳树是两种啊，我柳树是水柳啊，一个是杨柳。啊，我迄当时足济种种水柳啊，迄是延伸种诶。啊，歹，来种这柳树归做歹。我水柳啊是延伸种诶，对啦，不是杨柳，我是水柳啊。去种柳树的人吼，我跟你讲啊，你要注意听啊。哦哦。情绪拢较复杂啊。我都迄个自然发的，遐毋是我种的，我水柳啊，迄水柳啊。你看到迄水柳啊，毋是杨柳，杨柳我是较无兴趣。对啦，你喜欢种个水柳嘛？对吧？水柳是较主动发的。是啊。我咧问黄咧，黄毅黄。啊，你喜欢买一个砍树？水柳我是延伸啊。哦，延伸那个。水柳我甲杨柳无共哦。咱的议员伊无要种迄款的。嗯。我跟你讲啦。是。好不容易有一个清水公园了，事实上啊，你在那里当镇长。你把它回顾一下，一个有水的地方啊，一定要有树木，那里树木也太少。你甲注意甲看，咱台东所有设施所经过行过，到尾啊吼，第一管理上都出问题，无经费；第二都昙花一现；第三浪费公帑。家己也报告咧吼，你讲的意见，我想我来加研究看卖。我这无研究，啊，另外一部分吼。组长。我拜托，这无研究。我请教议员啦。来，你请问我。这两三年吼，你捌入去清水公园无？我捌。你若讲树啊少，皆像安尼，你是去对台看树较少，遐树啊较济，是惊讲种啊无介好，种啊无介合你的口味啊。但是树啊是有够济，可能伤济，啊是讲安那安来疏化伤济。因为啊，哎，你看恁的规划啊。一丛树啊，伊大丛起来，伊横跨的距离外宽，恁无咧甲思考。两公尺你著种一丛安尼，迄是咧消化经费啊？是咩？我是唔知啦。我甲你报告吼，我清水公园迄树啊，足济是为咱县政府的苗圃体，迄免钱。啊，免钱嘛，无话别种，破坏景观。延伸种，拢延伸种。迄破坏景观。我告诉你哈，开足少钱的嘿。我告诉你的，是你要有规划了。树不是说种多就好，种多了没有规划变杂乱了。是。你想来你的罗汉松。你讲的象牙木啊，你讲的蓝蚁的棋盘角，你讲的蓝蚁树脊，我跟你讲，讲没料了。蓝还有蓝蚁品牌，那落来剁一个剁到去，咱的生意讲有蓝蚁品牌做大。我知，哦，你有介绍好的树，你要甲整理好，甲规划。你明知啊，你嘛读土木的人，
对视野景观运动照，你讲你是做生活美感美学的人呢？我无美学，我无，我是较粗鲁的。较粗鲁，吼。我较粗鲁，我较无法美感。你是真正粗鲁，叫我粗鲁啦。对啊，我是。我感觉你足优秀的，会种柳树的人拢较优秀。我无啦，我较会种柳树啊。飘逸啊。所以你我是家己画的啦，你爱在讲我种柳树。我唔好甲你讲，处长，我即马要甲你探讨。你讲的种柳树是副议长，还是山水秀剪？所以你讲的是讲副议长是我。副议长喜欢种柳树，谈到柳树，山水仙有种会谈柳树哈，会谈到一个爱情的故事了。然后还是副议长是我嘿，我开种气筒了，气筒即嘛哈，因为有病虫害哈，台湾的刺桐哈，多差不多90%都是。哎，另外你也不种两毛树，我较有介意啦。啊，我跟你学习吧嘿。来，我来讲种树，我即嘛要跟你讲真正，处长。来，我感觉种树很好。您坐伫这个位哈，行政权力都在你们手上，我总是。一个伫社会无同款的思维看法，来甲你做研究。你看今麦公部门他们在美丽化，他们的思维到底是什么？哎，议员，这两年来吼，我感觉你真系好了，今天我发现你好了。那爱种树啊，都是好人。我是今仔他发给你树。我讲我教你做专情嘞，我不聊嘞。我无种水，我无种杨柳了。杨柳是副议长，你莫是讲我。我们今天放轻松了。我希望说未来的美丽化要一个整体的规划。那要怎么去规划？你可以多听听地方的民意。好，我跟你讲，球啊哈，它不需要是专家了，但是美的东西哈，它可以整体的造型。是，我告诉你，有一种树啊，在哪里它是非常的有名的，珊瑚树。啊，包括台湾，南野足侪物啊，有禁忌的，别让用来台湾的。包括象山树同款啊，包括象山树同款。在台湾都已经可以。你讲讲，讲较未使。在台湾都已经拿可以拿到种苗了。你即马讲讲较。大湖地区哈。有一种树叫珊瑚树，迄款嘞，迄款拢未使啦。好，你袂当，我有管住者，你再袂当，我要送给你，你阁买。好，谢谢哈。无啦，这要袂了嘞，你就讲谢谢，你意思是遗传过来，吼，这是无啥难嘞。我讲谢谢啦，谢谢你关心多啦。我要紧嘞，我是讲谢谢啦，太好了。大主席，我再补充一分钟给我们处长做参考。再给你一分钟。大武地区有一种树叫珊瑚树，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种树种，它是格子面的。你唔惊海风？一开出来会结果了吼，整棵树都是结的红红的、满满的一个小果实，非常壮观、非常亮丽。啊，这款树啊，蛮不容易多，它大到的胸径可以到三尺。你即卖个学名是啥物？你是讲珊瑚树？诶，你落去找珊瑚树。我你去找看嘛。这个树啊，你来当我做参考。一分钟到了，谢谢。好，谢谢林三天林演，各位议员们见。好，通过。农业类第二号。农业类第二号，行政院农业委员会核定本府办理105年度强化农会主管机关辅导功能计划，经费23万5000元整，请同意先行垫付，并列入105年度最佳预算办理转正，敬请审议。好，各位有没有意见？我们请林三天林议员。是的。这边辅导农会什么机关？我一起来专台湾的农业辅导的人员，农业单位辅导人员，甚讲像那边的讲咱的农企科的活动，啊来咱台东办，啊伫关山办安尼嘿，哦，就是来交流，交流，啊都轮流啦，专线轮流，即几年轮流台东，啊所以补助咱是10万，哦，10万就是办活动啊哈，很多钱，现在都我拢给你建议啦。咱来改变过去迄款的模式。农会今天他在台东扮演一个，到底是什么？这不是农会啊，这是农业人员，是包括行政人员。农会主管机关，这没农会。不，行政人员，最主要是。啊，这都跟农会有关系嘛？我你看农会主管机关呢？主管机关都是。啊，都跟农会有关系。哦，那是辅导因啊。啊对。对，各县市。您得跟交流，跟农会交流嘛？不是跟农会交流。我即马变成讲农业辅导机关，就像我的农企科，我专线的农业企科相关的农业人员，去要来大家开研讨会。啊，这跟农会有什么关系？啊，伊就辅导农会啊，啊，但是我办是我县政府的办，变成个领务人员，我办一个联谊专线讲师，啊，今年轮到台东，台东办。啊，过去捌办这款活动过？咱几年办一届吧，几年办？10年、10年前办过一届，十年前，哎嘿，几年前，啊，这是3万够有够？有的经费是
个伊若出差有诶，家己出啦，咱是办一寡奖金。出差免我家己出。无啦，各机关来，大家管政府啊，比如讲花莲冇派啊，花莲管政府，宜兰管政府，新北市啊，台北市啊。啊，这个几个单位交流，几个管区交流。几个？啊，几个？三十个左右嘿。三十个管区啊。哎，啊，伊可以去参观地方诶一寡特色农会办诶一寡。啊，这二十几万要应付三十几个单位来。我这是办演习啦，一个演习啦。啊，一个演习偌济？就办这二十几万尔嘛。啊，三十场。二十几万要哪办得起来？是三十张，三十几个人两工办演习，所以也要去配合。我跟你讲啦，这钱中央。你农产新销科内底本来就有一寡钱啊。无，这无搞，这中央叫咱办。啊，恁这无代无就过来凹几条，这虽然较细条吼，但是恁的成果是啥物物件？无，起码是中央要办活动，伊要来遮办，所以也挂钱给咱来遮办。中央要办活动，啊，台东挂钱，嘿，咱个代办啦，嘿。啊，伊甲你挂钱就三万，你会较欢喜哦？无啦，起码主办，主管机关就是农委会，伊要办这活动，农委啊，所以起码伫咱台东，今年轮到台东来台东办，啊，咱这边算讲管政府代办。我想要甲你附带一只，甲你建清新建议。是，我希望你加强。农间调查员，哦好，好，咱农会，咱照顾农民，咱拢讲赞的就好。是，天然灾害有什么地方需要紧急抢修，或是天然灾害有什么地方行政单位有公布要救灾要补偿的，行间农间那个田间调查员，我觉得不足，因为在第一个时间，政府要掌握一个整个了解整个状况，尤其各乡镇，台东是以农立县的一个地方，多数的农民他们是因为在政府在补助的或是补偿的方面都有很多的落差。恁农民，你要安尼去甲管理，你农业处要安尼去甲管理，我希望你做真真正正，你听受真正的农民。啊，感谢议员哈，议员。比如天然灾害完之后，哪一个地区的农地的水电有河床流失冲走了，未来在复建的地的部分，我们是不是有一个专案小组，集思广益，拢把这件拢叫来了，咱甲台电水电合，看变来处置，伫对接所在首要的农业的项目，我们再把它解决问题，这就才有意义了。哦，谢谢。哦，我拢甲你建议，你做出来，农民有感受，讲这个政府主席咧听说咱台东，才经过农民，你也才了解哦。天后一场之后，现在任何的农产，不管它的品质。或是数量都有一点改变，就去年果菜上涨了40%-50%，咱台东生产的物件，伊爱田间叫人去调查，卖含西北部的产物抵触的，这个由田间调查员去给你做报告，然后你能够来掌握多数的农产是不是要怎么样去行销，这个市场才能够打开，不要抵触。我简单举一个例子，金龟甲冬龟。冰冻咧大出的时候，咱台东无可能做一件，把它错开，台东的农民吼才不会吃亏。哦，即个你来做这款呢，资讯的透明化，产销的畅通，农民也甲你感谢。是，哦，我拜托你，你任何农业、设施农业的做法，我拢甲你尊重。是，但是要用心。是，哦，田间调查员，您不妨也可以多找几个志工来协助都没关系。谢谢，请坐。好，谢谢李三天、李野各位还没见。好，通过。那农业类第三号实施条例，我们就留在后面。我们先审农业类第四号。农业类第四号，交通部核定补助本县办理2015年度县辖渔港交通船码头后船环境改善计划，经费计新台币589万元整，中央补助款530万元整及县配合款59万元整，请同意先行垫付。列入2015年度追加预算办理转正，敬请审议。好，各位有没有意见？好，通过。农业类第五号。农业类第五号，行政院农业委员会渔业署核定补助本县新港区渔会办理2015年度新港区渔会冷冻库改善计划。经费计新台币733万元整，中央补助款366万元，县配合款367万元，请同意先行垫付，并列入2015年度追加预算办理转正，敬请审议。好，各位有没有意见？没有哈。好，我们请林三天林议员。谢谢，可以出定。
这条六甲是金融议员报告，敢无？你坦白讲有无？我来，你都讲了，无要紧，有就有，无就无啊。有跟议员报告吗？理事会有讲，迄个阵有讲吗？理事会，因这是理事会，议会、理事会，因那是议会提出需求的。啊，咱算讲议会出。我甲你提醒啦，是不对？人喺在地的民意代表，恁叫任何设施，你爱。你要甲清晰甲报告，咱在当就是无建立安尼横向的横向的。有人甲你报告了吼、欸，你即摆问讲，我有甲报告无、欸？我甲你报告就是讲，议员要求阮尽量配合区议会，所以阮有甲配合，嘿、欸，是暗中配合就对了。无，我是都公开啊，就即摆就伊嘛知影，我这按落来知影。你敢知影？知影。无你打电话，你马上讲。啊，你讲你无甲伊联络，你拢无啦。因为你即马是讲，我即马有这个拜托有个通过无？我是讲这一题，所以我即马甲你报告讲、這個。做这个冷冻库，要发挥它的功效。啥物？要发挥伊的功能啦。啊，是是。第一个，跟运输的点、不要太远。第二个，农民进出港在卸鱼货要怎么冷冻冷藏，一定较专业啦。多多跟我们的。徐金龙院去，是是是，想办法怎么解决哈？好，起码咱目前是列到好啊嘛。是，我在这里到州，我替你多人跟你感谢。好好好，我来讲，政府任何的施政是环环相扣。是，富冈渔港跟成功渔港都是相同的重要。是，但你要知道，富冈渔港在这几年你在公部门的任内，你也知道拨了很多的经费。但它的成效跟整体的主体的建设，包括自然景观，包括跟观光城有许多的冲突。那我也希望你借这个同时，你在对任何港口的施作的时候，一定要跟当地的民意多多沟通。是，这个沟通哈、哦，如果能够有成效，那施政才有意义的。以往我嘛不要跟你感谢了哈。你虽然台面上对我有一挂念吼，但是你私底下我知影，你有俄罗讲吼，我港区环境整理了袂歹，这你嘛熟悉。你有讲俄罗讲，真正港区有环境有整理进步，迄、你有俄罗，我做货本来就爱俄罗。啊，所以我是知我讲台面上虽然你有要求啦，对吧？台面下你有俄罗。咱公务人员用苦心，像咱个观光旅游处的处长，对，伊讲要推展观光来，顺便这个农业跟观光有一点关系的。来，那个处长。富冈地区，你知道渔港的公厕，朱定，足够吗？不要忘了哦，那里有观光船在运输，观光公厕够吗？目前哈、哦，咱渔会本身，阮从大月份开始搁办一挂清洁会合议，伊即马开始甲阮承诺，阮即马为六月份到十二月，这七个月无三十班，后加两个人打扫的，所以即马环境六月份甲阮承诺。包括所有的厕所，包括也好好处理。我在讲了、欸，一年三十万的人到底要去观光？那我也开心了。你要进了，因为你打扫当然是好事了。嘿，朱定，我给你报告，一年到绿岛的观光旅客大概多少？嗯，大概30到40万之间。30万到40万进出嘛，对不对？那第一个点，它就是下船。会不会如厕？一般的观光客啦，正常的人会不会如厕？其实码头的地方有公厕、欸。好，那几个厕所？码头的地方吗？哎、欸，行。码头的地方现在是有一处公厕，然后再加石朗，现在刚盖好那一座。我给你报告了，都不足。你也了解哦，整个环境卫生，我们不要说因为一个公厕没有一个公厕来影响整个环境。你今天你要谈观光的，你跟农业的、跟建筑的，其实建设的都是相同等的，要搭配。台东你说要你要观光，我不反对，但是不是嘴巴喊一喊。我希望期待，这今日心理上拢是中央要补助，不是讲咱开会安尼讲讲安都好。我希望你来落实观光旅游港口有些不足的地方，包括绿岛南屿，哦。农业发展跟观光也是都息息相关。我以往那个观光旅游处处长，我再三的强调，要谈观光，先把公厕的问题先解决，再来谈观光嘛。好、哦，你请讲。好，您数过头了。好，谢谢。朱定，谢谢。我未来啊，希望讲你会当把咱的新的港口，包括成功，包括去帮渔港，渔港
任何的设施一定都要跟当地人民坐下来协商，再来进行。好，多谢，谢谢你了哈，谢谢。好，谢谢林三天，你也恭喜你夫人今天就职嘛，部长对不对？好，恭喜你。好，我们接下来请谢贤义谢议员。啊，我们感谢那个林议员哦，对绿岛蓝屿的关心哦。刚刚谈到这个公厕的问题哦，我就想说，请观光旅游处哈、哦、处长。议员早。那一天我有讲嘛，我们拨款给我们拨款在石朗的浮潜区啊，建了一个公用的厕所。是。那荒废了一年多。那个建好了就荒废一年多、哦、那我借这个机会，因为刚刚林议员有提到，那我们县政府、哦、马上就我一反应了、啊、马上就急迫的、哦、说啊，我是因为我们这个建设处啊，我们到时候要给他经费什么的，其实应该去了解一下、哦、他这个在拨交的时候移交的时候、啊、其实跟东莞处的绿岛工作站已经有达成，乡所跟绿岛工作站有达成协议，他们是各出一半的经费来维护的。那这个议题一出现在台面了、啊、就开始了，就是议员什么是农业列地，我知啊，就是因为林议员你说嘛吼，给我一个时间的、哦、我们去了解一下这个公厕的问题、哦、是不是了解一下，应该不是说县府要拨款还是怎么样，应该是早就交接好了，水电的问题也应该是地方机关要去申请的，是不是这样子哈、哦？所以说不好意思哦，占用大会一点时间哦，我们请观光旅游处长跟建设处长这个稍微 touch 一下，去了解一下这个状况哦。是，好，那天议员有咨询，我已经有跟乡长有联系过了哈、哦。那基本上乡公所会请他先至少环境呢草太长了，先去割一个。那至少那另外就是公厕还没有接水的部分，那建设处目前也积极的在处理的。那未来的营运管理，公所给我的回复是说，只要建设处把水的问题能够解决好，公所是会负责未来的营运管理的。好、哦，这是我了解的状况。好，那个处长。不光那一个公厕哦，我们不要因为这样的只有一个挫折哦，比如说那个睡美人呐、啊，还有一些景点哦，距离太远的还是要有公厕，我们要去规划。其实那个问题，议员很清楚，都是土地的问题。如果土地问题一直没有办法解决，其实就是一直无解啊。那我们就是要这个政府就是要来解决，要努力，因为它还牵涉到土地都市计划的分区要变更的问题。好，哎，所以那以后我们下个会期再来讨论都市计划的问题。好，谢谢。好，谢谢。谢谢大家。好，谢谢谢贤义谢议员，各位还没有意见？好，通过。农业类第六号。农业类第六号，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农粮署核定本县办理105年度台东县农产品创新行销计划，经费计新台币496000元整，请同意先行垫付，并列入105年度追加预算办理转正，进行审议。好，各位有没有意见？好，我们请林三天林议员。谢谢。主任，什么叫做另类行销计划？是要安怎行销？现在目前都给一些我们南京都要办一场、哦啊、另外给人来算说一些少年人可以提出一些构想、啊、利用那些发表、这个我觉得让文化处去办了，来我给你建议。哇，这是我我现在给你建议。我看你对现在目前的农业市场的波动，金龟现在一公斤多少？金龟？哎，多少？产地？哦，产金龟我不知道。好，是的。你当归多少？当归我知道，不知道。嘿，所以你没有帮我掌握嘛。哎，就这样，别这样做。我给你讲属实的。嗯。台东的农民、哦、在一夕之间他所种植的东西啊，因为你的产销哈、哦。不明啊，所以农民哈、啊，他负担的风险相当的大。嗯、我希望你搞过来我听。是，你也敢收集全国诶农产行销的拍卖中心，在台东哈、啊，你要看哪一个地方可以直接跟他们农民尽量连线的、嗯，你要把它告知他们。现在目前云林他产的东西在什么季节，屏东的往来跟台东这边的往来，你要把它做比较，产季的调整，我们要资讯要很快。让农民有充分的一个准备期，
因为农民伊的资讯，他不了解台湾整个一个农产行销市场，台湾较大的市场有北市、桃园、台中、基隆等等。但是咱台东是属于偏向农产品要出去的时阵，地成本拢足悬，所以讲台东的农产要进口，一定要避开外县市所有生产的物件。你讲你去南京路排那个什么促销了，那个都昙花一现了，黑龙江去那作秀了，对吧？你倒不如我就讲了嘛。观光旅游处来请起，这个也跟你有关系。你说你要补助任何的那个观光旅游客来，我都不反对。但是你要怎么去把台东农农产借着一个观光旅游，顺便把它促销出去？台东有介水的往来啊，台东有介好的食客啊。你来外县市的人来这观光旅游，只要你凭着你的发票有超过2000或是3000的，你们自己去核算一下，你就一个伴手礼送给他。那这个伴手礼就是由我们台东地方当地所生产的东西来作为主要的伴手礼，我们不要去外县市采购。您甲农民的物件，一旦敢集思广益，敢做些基本的行为保障，这都不是很好吗？你要补助什么陆客啦，让人家一直想说那个陆客跟我们黄先生是不是也有亲戚关系？那你管你有在台东有亲戚无？你敢了解？我不了解。啊，你可以来调查看嘛咧。所以讲，咱台湾吼，伫这个社会整个社会，尤其伫偏向的台东，甲政府友好以上，我希望佮会当下伫人民的心上。对，王处长，王处长，我希望你啊，跟我们的观光旅游处，他也是你的老部署，你跟他沟通应该是没有问题。你要做农业的，跟观光的有什么可以合并并购的东西，把农产把它推出去。是，哦，来，你讲两个三项啦，台东来当好。和外县市比来的大宗的农产产物，三行会当做伴手礼的，你讲三行得？三行哈、哦，红米、小麦、粟豆，小米、粟豆，对嘛？啊，你想要我去推动？哦，这无啊，我这有咧杀啊。啊，你杀何上？无啊，我即马有机杀足济啊。无啦。我即难回即马，我即马家己有报告吼、哦。我跟你讲啦，我即马我说。伴手礼啦，你送红礼，红礼一罐物件，这么贵，什么送你都送红礼。我啦，我起码讲的是咱阿伯在当面用这方面来促销到原住民的所在哈。我现在在讲的，你根本没有办法去意会的。是是。我们现在要把观光旅游，包括农产，把它行销结合在一起的。比如讲，咱台东的食客，盛产期时，农民对那食客供水销售都会有一点障碍的。咱是袂当把这食客甲提出咱台东，只要你在台东观光旅游，你有多少的消费凭发票，我有10个窗口，你可以去那边约兑现一个伴手礼的，你看的嘛。我意思是安尼，在农产盛产期的时候，尽量来推销这种东西。以往你这个建议吼，往九月份南京路的办一场吼，家你的想法，家你来。好、哦，按、啊、你说很贵重、哦、珍贵的东西，你像红米，现在刚兴起的一个东西，你要知道，粟豆你知不？我知道，我大概有速度啊。那你要了解哦，行销市场先把它看好，莫像洛神花那样，啊，洛神花已经到啊，你嘛知道。家己完报告吼，阮即马，我即马时间够，连刚刚个讲，哎，还未够呢。好好嘞，好好。嗯，到时你也看，还未够，就讲，我惊主持人讲，无啦，就时间还未够。好好好。啊，阮即马。阮主席嘛无讲啊，你著大主大义，啊无你去你做主席。哦，是是是是，心态上有问题啊！无啦，我是尊重恁的时间。哎，我即马讲啦吼，我即马目前吼，今年确定的吼，是南回吼。时间到了，我尊重到主席，我等一下再发言。啊，有礼貌。好，谢谢林三天李远，农业队第六号还有没有意见？好，我们请林三天李远第二次发言。谢谢，大位主席，坐定，免急吧，拢跟你探讨了。好、啊。南京目前吼，今年，咱拢咧探讨之意啦。我即马甲你讲，今年确定的啦吼。啊嘛，利用这机会甲叫人报告，这是算讲五月二十几他核定的啦吼，所以上新的啦吼。目前咱即马已经确定吼，咱伫太麻里遐，太麻里地区农会那边吼，咱甲金峰乡公所旧营的供应用地来做些农产加工品，都甲咱的一寡南回一寡杂粮一寡遐做加工品，咱。在做里遐，啊梅子的部分多做好东河乡这边嘛做一个。太麻利本来都是南瓜的加工厂啊，无无，你即马是用上款，你拢变啊做好无？迄、那个加工厂做好无？我即马是讲确定今年开始。我知啦，进前我有心理选讲要太麻利前南瓜加工厂做好未？南瓜，那个农产行销科有没有？这个有预算的哦。南瓜，南瓜，南瓜太麻利的哦。我预算啊，现出来时，你唔好讲迄条钱，我大部分就判给你呢。
南瓜。我住在哪里的？南瓜。是。我这不挖到不，当时耶，当时不做南瓜。去年。啊。太冬瓜不是啦，金龟啦。金龟。哎，你等于你甲查看嘛。哦。判给你。哦。周定。是。我无介济时间来当含你底下论述了。是。如果你对台东的农业农产行销，你有一点点责任哈，我希望你找时间跟我对谈。好，我找十个农民。好，啊，你让听听他们的声音。好，刚才给人报告哈，这上新的啦哈。哎，我今年我即马开始要做咱台东的一寡农产品的调节嘛哈，风台啊，达到你讲的啊，季节性咱卖国家一窝蜂，到时计小都归田了嘛。所以咱即马做两仓两冻库哈，咱做一个计划，啊，中央今年第一期给咱。我咱请几班，咱准备做哩遐，我来甲台东地区农会啊合作啊，有台时啊，变成讲咱讲一个有一款农产品，那良心最先先两仓能冻。我甲你报告啦，用报告。哎，这都不符合时宜。我即马甲你讲，所有的大埔线有真侪关主民因生产的物件都是危险的。我们到果菜市场你去看一看，我讲了几百年了。关主民的好朋友去遐卖菜，拢讲你边啊。没人要插你。第一个，我要求说，果菜市场能容许原住民有一个拍卖官在那里，集思广益。农业处如果真的要照顾原乡人、原住民，他们生产的东西，第一个，你们把它协助运输，集中协助运输到我们的果菜市场，这回看有感的了。我请教你，原住民的以后朋友一定能让诶迄个大东啊青椒，因他要提来卖啊。坐车赶呢，来啊卖，结果你讲卖啥物啊？大同啊，我举例啦，哦，这微型的一个产业哈、哦，你那个产业链你没有把它结盟，第一个，他们没有车辆运输嘛，所以呢成本还足高。你来想，我伫这个东安华线，伫大武线，我要安那甲派车辆，逐天每天下早几点，我就对开始对上午遐开始物件一直赶收赶集结，集结到咱的果菜市场，协助他们进入拍卖市场，做有感的事情。原住民的好朋友，他的东西到果菜市场，你一个看嘛咧，真的你会掉眼泪。十点嘛，菜车去啊，伊在肚里边底下咧等啊，被剥削的，你知道吗？你也不知道，你用心吗？你说你不知道，我也不敢骂你，因为你比我还凶啊。我讲熟悉的，我是做经理呢，对吧？所以讲我出去，今日啦，你今日讲，我们可以看放下了，咱来做真正代志。东海岸的部分。重谷的部分，把三条线的农民、微型产业的农民要怎么样去协助他们的运输跟行销，才是做这个才有利，因为那个是永续的，永续。你的冷冻库盖好了，你又不会图利单一个人。冷冻库的价钱是怎么制定，会不会又图利单一个人，这个都是问题。政府盖这事情弄错时空错乱，你也当个逮捕出来农民、东海岸农民、重谷线的农民有一个指挥系统。只要市场有拍卖的当天，我们几点几分开始，我们有共同的运输车辆会往北，将集中到台东市区来做一个行销跟拍卖。我相信这人有公价，你就有感。哦，你不妨来听参考者，一台车量来较大心，我们主要再来调解，看是不是两部车子。这个钱可以从哪里来？原民处、原委会来个特。现在民进党啊，执政啊，有需要。我希望您写过书，咱作为来找人民委员会，一将八路这类人袂歹。是，咱甲讲，台东的观众需要就是永续经营的产业。绝对我的提建议给他们。好，这个建议你甲听咧，运动也袂歹啦。好，好，做有感的事情啦，去做。好，好，谢谢林三天林演，我们接下来请谢贤义先演。哎，大会主席哈，那个农业处长，那个。绿岛的谢议员啊，向来暗挺移民啊，要求县渔业科啊消极不作为啊。那个是今天田议员啊，田雄议员啊接到的一个投书啦啊。那我在想啊，我们刚好今也有这个审议这个野生动物保育法的这个啊这个议案啊。是。主席，我讲这个都符合农业处的啊，主席。我在想啦齁。野生动物保育法的自治条例齁，我要有个想法表达来。好啊，不要紧啦齁。啊，我就借这个机会齁，主要农业处我跟你处长我跟你讲一下，因为这对我来讲啦齁，是爱我必须要用简短的齁，
卖去影响到这个议会审议案的问题吼。我必须报告一下，我咧做代表的时候，我就直接讲吼，咱农业处啊吼，渔业方面的吼，也到渔业吼比台湾都较袂方便啦吼。包括平常当初呢，所以我一直爱挺渔民嘛，因为渔民较少数，所以伊是弱势。啊，今仔日既然是龙王雕的事件延伸那么多的问题吼，我想农业处吼应该也要有所作为啦吼。啊，咱看安怎来辅导渔民吼，嘛袂使一届都要死啦。哦，这是我的原则，就是讲咱一届袂使，一届都要死。该保育的我们要保育，但是该给渔民空间跟给他要求，哦，他本来就有渔民本来就有当渔民的那个权利啊，哦，我议员一定要挺这少数，挺这相对弱数，这嘛无啥物唔对的啦，哦，所以讲我直接吼递这个人家的这个哈、哦、给你，好不好？好、哦，谢谢大会主席，谢谢。好，谢谢一些也。好，谢谢。我们农业类第六号，各位还有没有意见？好，通过。农业类第七号。农业类第七号，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农粮署核定本县办理1.5年度国产竞争产销辅导计划。经费计新台币228,000元，中央补助款208,000元，县配合款20,000，请同意先行垫付，并列入1.5年度追加预算办理转正，敬请审议。好，我们请林三天林议员。不对，这个跟农业无关的。是。今天这卖市场一斤偌济？差不多200块。啊，差不多200块。干嘛要贵？哎，量还是时间上量了哎。啊、你知影吼，华联这毛咧出产金针吼，哎，华联的金针因为即马有个些争议，有分过流红，诶，这个争议你知吼？家己有报告，感谢你问这问题，好回答好不？咱去年开始吼，咱无鼓励流花，阮的立场无流花，但是阮是安尼，你若摕一百，你的金针料收成以后，烘干以后，抽100公克，抽烟。你若抽烟合规格，二氧化硫合规格内底，阮一公一台斤补助20块，阮总总等于咱补助万几斤。结果咱本来咱台东的二氧化硫的超了80%，对无？去年大家拢看到讲，咱台东一降降到差不多剩10%。对。所以人大家学了，今年阁继续办。所以讲吼，昨天我跟你探讨当中吼，咱不用有争议了。事实上，农业的生产比例吼。就是用你这样的方式来逐年来推动，当然这个是要有一个痛苦的一个路程要走的。台东保有的好山好水不要沦为口号，其实在台东所建立的食安可以做全国的模范。因为这个卫福部你考核呀哈，特别讲你在当时安怎做，你在当时安怎做？安尼你看我有咧注意这个民生的有咧注意。所以咱台东华咧是讲用才华，我这是用鼓励伊家己上来。安尼高咧，所以变成讲为40%降到剩10%。对，那、啊、这个就是好现象。我希望讲后摆降到更加低。我希望你维持的一个台东的一个农业本线哈，对农民咱要做真正的代志头。过去咱不管咱对农业有偌济的挫折感哈，咱一今日市场调查、田间调查，你要把它建构起来。嗯。今年的金针为什么遐贵？因为有天然灾害。啊！你要查这么久预防呢？台东这么金针数量多了多少倍？另外这点吼，你咱台东的石刻，咱台东的金针是免烦恼了。现在讲你知无？咱台东的石刻占全台湾的3%，所以咱的石刻，咱的金针进较济，价钱无偌济，3%。这个市场可以饱和吗？台3%，哇！所以咱这3%就是，咱我这么讲意思就是讲吼，咱的生产。加五十架，还是加100架吼？对于咱的整个产量影响无法大。是处长，嘿，经济学唔是安尼啦。嘿，外县市的金针啦落价的时阵啊，不管你只几趴，咱的农民同款是受感受嘛。你有这个经济学的概念啦、啊，唔好讲咱台东生产量无接受未应用，这唔对呀。无啦，我只要讲意思，对。整体的产量的影响，你两个石刻我都唔敢讲咧，因为那石刻占了高成，咱石刻只种侪俩，都家己拍家底啊。是。啊，咱的老乡啦，种侪，咱家己拍家底。我即摆要甲你讲的是讲，
经过农业，碰的拢是跟农民有关的。是，天然灾害农民的保险有哪些？天然灾害保险是。你这么讲意思，我真正不了解，我不了解的意思。农民的物件，咱去保险无？人会当保险无？我这么请教你，你徛伫农业处，这么一个欧医生，伊去远啊红请做工，伫老远红，他中暑了，机械不慎引起身体受伤了，这个劳资的纠纷，这个解决问题，管道你有去把它处理，想办法说要怎么帮他们协助吗？爸爸，你坦白讲爸爸，咱讲真的。你有一天没拄到，你拄到的时阵，你才讲啊，这代志足严重。一个天然灾害，一条倒落来，农民他因为他今天去工作，他受了伤，这个要不要依据劳基法来解决？要怎么解决？你要先导，雇主跟劳资双方的关系，你要去先导。你一块园啊，你要今日请偌济人？你有一个机构，你会当去保一个平安保险，足微量，钱足少，降低伤害。降低冲突，你要来负责做这啊、你要跟我们的劳工科的科长讲啊，啊有什么办法会当降低农民的伤害？比如讲，你去转农药中毒了，他的资方是谁？要怎么样去协商协议？这个里面的很多的一个理赔跟个人权益的问题，来关心这一区块。你这想法介好，无人关心了。无啦，你想法介好。对啊，咱的农民伫台东咧做工诶，咧闹田诶，哪里望春风诶？是。我感觉你这个想法。哦，啊，恁一年预算编啊，这恁看到农民有这款问题，恁视而不见，买了，买安尼啦。哦，我拢尽量大会主席时间，我拢尽量时间搞好就对了。谢谢。好，谢谢林三店林野哥也还没有见。你搞两摆啊？一次啊？啊？请林三店林野。谢谢。来，主店，我拢听完副座的哈，伊主持委会讲熟悉的。实际上感觉吼，起码是足好个。照你讲，这下早起清点人数啊，我看你老辛苦，都可以探讨。是是是，吼、哦，啊无即款呢，议会你甲看嘛。是，存一个阮里头的一议员，啊嘛是真咧听，任何事做我们做真的。啊，若要讲到绿豆，绿豆的产品有啥物物件？绿豆的豆腐最有名嘛，你要甲协助，把它这种产业很独特的。绿豆的土豆豆腐做面，恁甲摆烂嘛？我咧讲个拢讲真真，农民受到伤害，你也视而不见。我伫大会咧讲到台东的行为手术，那含你死都过无关的，歹势啊，吃苦中，一起努力来推了。推的任何好的政策，每个人都享受得到，每个人都受用。我意思是，我希望你徛伫农业处，你要真正关心农民，在从事再三的跟你强调。行销管道的畅通，市场价钱的透明化，解决农民的水电问题，关心农民的天然灾害行前调查员来做，如果紧急的状况之下来做紧急的补偿跟调查，公平调查。在农民与雇主之间如果有发生什么意外，这种协商的机制，我拜托我们农业处长，在过去没有人在关怀的这个区块，就由你发挥慈悲之心。来做这样的一个方案来解决，想尽办法看怎么样去建立一个良善的沟通平台，解决农民的问题。人会讲，徐六桂这人真正袂歹，伊做的代志是真正是足深入，看到一个农民伊需要所在到底是啥。我阁进一步，我嘛让一步，徐处长，我们不用对立了，我们一起努力打拼了。在短短的还有2年多的任期，我希望台东所有的建设。不要因为民进党刚执政十几天，一直讲骂，含这个大人黄的嘛在骂，骂啥我唔知，伊可能起笑，莫骂。这次民进党执政之后，地方党部的张家明，我向我们台东乡亲报告，他是一个人才，未来建构一个党中央的一个畅通的管道，有台东很多的重大的建设，赋予他高度的责任，拭目以待。放下蓝绿，斗争没有意义，人民痛苦。我们今天所讲的农业的开创，台东是上有本钱，台东的生产履历的荣誉，我希望徐如贵你把肩膀扛起来。虽然你不是学农业的，但是你能够跨农业也不简单了。咱讲实在，这我马上跟你学了啦，人有法度迄个
记起来，这这其实农业这个器官也是很陌生的。上面叫雌雄同体啊，雌雄同体啊，你知道不？一般是说一挂一挂一挂诶，较低等的一挂动物来有雌雄同体对吗？错了，雌雄同体我可以举例了，石斑，伊细只先是母的。但是大家变刚啊！哦，这个跟你好识别啊！这个也这个是有关于生物学的，哦、我再跟你谈了、啊哦。哦，今天不谈这个，我是拜托我们的农业处长，语重心长地跟你拜托啊！是关心农民，咱真正做的代志吼是足广泛的。啊，你行到倒位的所在，农民有咧都要伫厝请你食饭，要抬只土鸡啊，煮一个笋啊，汤公出场拜托，行下门只食饭，你就成功。你莫行到任何所在，到尾遐农民看到你，别说他看到毛线来惊呢。台东是依山依水在生活的过去的一个城市，在转型当中跟山上有冲突，跟海边有冲突，你要积极协商了、啊、找出平衡点。南屿人要的是什么，绿岛人要的是什么，这些高山原住民他们要的是什么，他们在产业的发展过程他们要的生活的来源是什么，坐下来谈，不用对立，创造和谐。我一直说这个社会要和谐，要创造透过很多的苦难，包括协商啊，观光旅游也是一样。台东因为的天然的一个资源精华，要创造观光旅游是不简单的。但是我们要把当地的有效的文化，一个文化资产的东西，把它加工再利用。透过农业、观光、旅游，这个城市才有生命力。哦，还有16秒、17秒，我还是拜托你，在农业的部分，海洋深层水，我再提醒，未来的台东的产业是否能够成功，海洋山山水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继续努力给台东的一个提高。谢谢。好、哦、谢谢林三天林演。石斑是雌雄同体啊，不是蚯蚓吗？哦，好，谢谢农业类第七号，没有问题，好，通过。农业类第八号，农业类第八号，行政院农业委员会补助本县办理105年度台东县休闲农业区跨域准备计划，经费计新台币646万2000元整，中央补助款600万元，县配合款462万2000元，请同意先行垫付并列入105年追加减预算办理转正，敬请审议。好，各位委员有意见？好，通过。农业类第九号，农业类第九号，行政院农业委员会核定补助本县办理105年度养猪产业结构调整计划，经费计新台币71万元整，请同意先行垫付并列入105年度追加预算办理转正，敬请审议。好，各位也有没有意见？林三天有意见吗？啊，我们请林三天林也。这个养猪哈，这个我们是不是留着星期一再来讨论，因为这个现场我相信大会主席也看到了，养猪的东西未来有牵扯到一个莱克多巴胺的一个美猪美牛的问题，这个要留到星期一啊。对，我们是不是由我们的议员来充分讨论未来国家的政策。我尊重林三天议员的意见，包括加入 TPP 的一个经济市场里面，跟美牛美猪有冲突的时候，我们要凝聚共识，找出一个最好解决的办法，提高食安的安全。现在呢，是我们的首相了哈。现在，哎，对，清点人数好不好？可以吗？可以，议事组，谢谢。因为我们人数不足啊，今天也礼拜六了，我们早点休息，我们礼拜一再来。这个林三天李演讲的也是非常好了，我们也感谢谢贤义先演、黄天德黄演哈。哦啊，我们的党的书记长林崇汉林议员，哦，张前议员，好，谢谢各位，谢谢，我们早上会议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下午再恢复审查，谢谢各位，谢谢。